各位家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加德麗幼稚園首次一個嘗試去演出一個由幼稚園生演出的一個音樂劇。這一次演出對加德麗幼稚園來講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意義，因為一方面是加德麗幼稚園25周年紀念、銀禧紀念。咁我哋追溯喺25年来，我哋系受到好多好多人嘅恩惠，我哋受咗家長、老師、政府好多人俾我哋好多嘅支持。我哋覺得應該要將呢一份愛心傳落去。呢一幕劇佢會有好多層嘅意義。一方面，我哋當然俾希望俾小朋友，佢哋去能夠參與一個大型活動，從做中學，他們會學習颱風，他們學習自信，他們學習合作。但是更加來說，我們也都希望用這個音樂劇作為成立一個加德麗教育基金，所以我們將這個音樂劇作為一個慈善音樂劇，而每一位參與這個音樂劇的朋友將會都是這個加德麗慈善基金的創會會員。所以各位，恭喜你們，你們一方面去欣賞這個音樂劇的時候，一方面大家是做慈善。我們會將所有這個音樂劇的收入，包括門券、包括贊助、包括捐助、包括一些廣告商，所有收益我們不會扣除我們的成本就將會由加德麗幼稚園去承擔。我們成立這個加德麗慈善基金，一方面是做德育培訓，第二方面是做文化傳統文化的傳承，第三方面是環保。我們覺得這三樣東西都是現在這個世界非常需要的，我們都希望趁著這個25周年的紀念，我們能夠成立這個慈善基金，以後很多年，未來25年、50年，一直為香港社會將這個愛心，將各位愛心化成力量，希望我們將這份愛傳下去。多謝各位。加德麗慈善兒童音樂劇是由五校的師生、興趣班導師和客串嘉賓一同合演，人數有近300人。而故事的大綱是講述有一个星球，里面住了国王、皇后、王子、公主、星球子民和精灵。每一年，国王和皇后都会派遣王子、公主落地球体验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大魔王出现了，他竟然捉走了国王和皇后。王子、公主得到了指引，走遍世界各地去寻找6件的品德元素。如果可以集齐这6件的品德元素，他们就可以发挥无穷的正能量去拯救国王和皇后。那你们又知不知道王子和公主究竟怎样去寻找这6件的品德宝物呢？而又你们估下，王子和公主究竟可不可以战胜大魔王，去救翻国王和皇后呢？一岁小，一岁长，我得到前路去为人生坚定明理想，无需怕惊险挫折，奋力坚固我将。脚步并不后退，
人地恋爱变色，幸福如手。